这个狗尾草吊娃娃视频太可爱了。其实方法很简单，我来教会你。打开 A， 添加狗尾草素材，添加宝宝素材，这里都可以换成自己喜欢的视频，把宝宝素材调整到合适大小和位置。如果色调不协调，可以调一下颜色，狗尾草视频做个跟踪效果，根据视频特点，这里选择位置和缩放，目标选择宝宝素材。看效果，素材在后面，保存，换成自家宝宝，点赞，收藏，不然用的时候找不到我哦。